奖励。我们今天拍了一场好戏，对不对？妈妈，我想要吃柚子。你要吃哪个？我想要吃这个。为了庆祝我蜜桃过冬，你可以买一个。这个。啊，那你看，我教你啊，现在买了这个应该去邀，我们去找别人邀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哑巴。看到没有？哦。小美姑娘哈，我是男生，那怎么像小女孩呢？因为我是女演员。